会。真的吗？好。哦，又不像公祭了吧？对啊，今天很时髦，应该是我认识他到现在最时髦的一天了吧？哎，最有自信、最时髦的一天，也是他最紧张的一天。对，我觉得很帅啊，非常帅，就是跟他平常不太一样。他平常比较就是那种街头感，我说街头是潮流，对，然后今天就很笑得开心。对，不是是潮流感这样，然后他今天就很正式这样。第几名吗？沈国宏第二或三二吧。没有啦，没有，是他。哈、嗯，我觉得我跟他们两个绝对就是都排列第一啊，对。我也希望我是第一啦。啊，是我的菜，哇！这个盛典礼问这个，我两个都是啦，两个都是。但我今天把所有的，因为我们两个是颁奖人的身份嘛，然后今年是那个金马六十，所以非常多电影人一起来参加。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盛大，然后也很快乐的心情来。嗯，很开心金马邀请我，对啊，因为其实主要是我觉得台湾的电影圈很小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再团结一点，然后不用，对，反正就是一些无聊的抒发，对、嗯、当然啊，但也没有，我觉得颁奖人也是很怕说错话，对，因为得入围者就是有得跟没得，对，那你就难过一个晚上差不多没了这样。但如果你说错话就一辈子，对，很可怕。我觉得等一下再去蕊一下稿。我没办法给，因为我每次都管理不好我的表情啊。我每一年都很想拿，所以没有得的时候我都脸都超臭了。对，我都很懊悔，所以我没办法教他，因为我控制不了我的表情管理，就做自己，你可以直接就不开心就走哈，对。没有，我们金曲又共估两次了，没差。算了，对啊，有没有都没差，没有、啊，就是有很好啊，没有也就算了，就这样。我没有要唱歌。我会大力的感谢我们。对，谢谢。